分州税法新制在六月十二号开始实行，而在实行的初期，在市面上可能会出现同一种款、无同介绍的情形。而为着要来防止着不少业者囤货来提高介绍，提醒消费者爱分辨，以免加开冤枉钱。每一包粉起二十块，已投入当朝政策的资源，但是因为政策实施的初期，市民可能会流通同一款粉品两种计数的状况。为了避免民众以新的价钱买到固执税率的粉品，财政部提醒消费者辨识。新的烟酒税法哈，从106年6月12号，就是开始烟税就从1000。原来的590块调增到1590块，也就是说每一支烟原来是0.59元，那调增以后就变成1.59元。所以用纸烟来说，我们每一包烟是20支，那每一包烟就是会调增，就是20块啊。所以说我们为了要帮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去正确的辨识是新品或者是旧品，那我们就是在新品上面会有一个 N51.8 或者是 T51.8 或者是 NT51.8， 那这三个其中要有一个是刊印在我们的烟盒上，那这样子才是新品，也不要让我们消费者用新的价格去买到旧品。固执粉品每一千支征收590块，但是新制征收1590块。收发之后的新制粉品会在有效期限附近的位置刊印 N51.8、T51.8、NT51.8 这三种当中的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则是会打上2公分乘1公分的便携大纸。民众若是发现业者按照新价贩卖旧粉，会当拨卡全国免付费检举专线0800867890提出检举，每案的检举奖金上关额可达480万块。最新新闻，中南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